King Oja 无法合体，那这个是谁？晚安战队 King Oja 第六集，故事延续上回，无罪释放的基拉回到了守护国，居民们都纷纷迎接基拉，称他为基拉王子，把他举高高。然而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，没接住基拉，跌倒在地。原来是丑奈若骇入了全世界的视讯系统。这时画面转到丽塔，丽塔在地上翻滚，烦恼着密宝被盗的事情，但他以为只是传说，没想到真的有密宝。这时他的通讯系统也响起，画面也是丑奈若，表示在五国的地底下挖了一个与丑奈若相通的隧道。这时各国也在看着，他们表示在地底下各自准备了巨大的茧，只要时间一到就会同时破茧进攻五大国。杨马还想着去破坏，但是他们也说到如果强行破坏茧的话又会造成大爆炸。这句话让杨马直接发飙，笑死了。他们更表示如果想得救的话就把基拉交出来，随后便结束了通讯。话说基爷，你这发型感觉变得更加公主了，有点不习惯。基拉走向敲甲神，应该是想自投罗网。这时杨马出现了，这比起基拉第一集到宫殿的速度还快，在刚结束的通讯就赶到了守护国，而且电斧国那边是晚上，所以是像在美国的概念吗？可是上次和王通讯时天很像是亮的，算了不纠结。杨马告诉基拉，从奈落的目的是基拉的力量可以控制守护神的力量。杨马想问出基拉是如何操控守护神合体的，基拉表示他们是同伴，他只是向同伴借助力量而已。杨马表示这绝对不可能，更表示如果基拉落在了他们的手里，就表示苹果甲和三大守护神都会被夺走。他询问基拉到底是站在哪一方，从奈落吗还是红王大人呢？基拉表示不，绝对不会。他们一同前往宫殿，而基爷他们都已经抵达了，不是神乐奇，不是美国的距离吗？算了算了，红王笑脸迎接自己的亲弟弟，基拉忍不住拔剑挥向红王，却遭到神乐奇与丽塔的阻拦。红王表示基拉儿时就被绑走了，整个地球找遍也找不着，为了王族的声誉，便连基拉这个存在都隐瞒，现在应该要庆祝才对。接下来一起对付丑奈若，一起让守护国更加的繁荣。而基拉直接说出那时的话，人命只是道具，我才是王，我是不会原谅说出这么一番话的你。得知红王说出这样的话，其他的国王也露出不满的样子，直接让基拉通过，不料被红王的近身拦下。他们把基拉锁了起来，开始进行会议。丽塔如实说出密宝被盗这件事，吓坏了众人，这么大件事丽塔还能冷静地表达。红王表示传说如果是真的话，被盗的应该就是蝎子守护神。这时基爷露出了沉重的脸色，就像是有心事一般。而他们也商量如何避免基拉落在丑奈若的手里。丽塔拿出同盟条例，表示要一起对付丑奈若。红王站了起来说道，可以操控 King Oja 的只有我们，所以各位只能服从于我。一见就把同盟条例一分为二，表示要废弃五国同盟， King Oja 将由守护国独占，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的话就服从自己，这样的话就会分守护神的力量给你们。亚马表示这家伙根本不能启用 King Oja， 别相信他。这时丑奈若出现在了守护国，众人想呼唤守护神却发现无法召唤。国王更嘲笑他们是否出现了什么故障，这下明白了吧， King Oja 现在掌握在守护国的手里。基也说了把蝎子守护神给自己，这样就可以和你谈谈。果然基也是有所企图。这时基拉呼唤敲甲神，敲甲神的飞天摩托把基拉救走了。这时基很好奇，难道基拉真的可以和守护神交流吗？来了来了，开始铺垫了。基拉回到敲甲神身边，聊到了蝎子守护神。这时卡梅基姆出现在身后，拿出蝎子守护神魂，表示如果跟自己走的话可能会交给你也说不定哦。基拉表示现在就交给我，变身成 King Oja。 杂兵们也出现，众人也变身迎战，一些杂兵正伺机重剪想引爆他。基拉试图召唤守护神合体，但依旧是不行，只好乘坐敲甲神出战攻击巨大杂兵。而基爷则试图抢夺蝎子守护神魂，被卡梅基姆躲开了，还以为你是高级法师，原来还点满了回避技能啊。神乐奇从后抢下蝎子魂，这时基拉不敌杂兵，就在重剪正要引爆时，红王出面了，表示会保护重要的国民们，这让人民激动不已。神乐奇更想把蝎子魂交给红王，不料基拉出现把他夺走，然后用剑指向红王。红王则趁这个机会让人民觉得基拉想要叛国，基拉也再次演出邪恶之王呼唤蝎子守护神。看见这一切的基爷表示那个是我的东西，基拉驾驶蝎子神攻击杂兵，很轻易的便解决了杂兵。红王也在这时高举王剑呼唤 King Oja， 而这 King Oja 出场名称被换作 King Oja Zero， 他直接把重剪丢上天，用一记假装炮消灭掉。而敲甲神也走到他面前，敲甲神还在，那他到底是？蝎子神也擅自行动刺向 King Oja Zero， 让他们解体，而变出来的是一个很像敲甲神的敲甲神灵。民众也觉得基拉是个大恶人。这一集也到这里结束。这一集嘛，真的充分的让我觉得红王真的好恶心，这么虚伪肯定是和丑奈若有勾结，不然丑奈若怎么知道基拉的真名。而他们无法召唤守护神的原因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进入宫殿后，红王就利用敲甲神灵强制让守护神们合体，已经合体了，所以杨马他们召唤不了。而下一集会揭露基爷和蝎子神的关系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讨论吧。喜欢这支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童梦，做特色相关影片，偶尔会做些私心推荐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